你陪我去个地方。求之不得。哎，老板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您等顾老师下班吧。急什么？我这报了一女语的课，我再不走就迟到了。你怎么那么钟爱小语种呢？我不是钟爱小语种。你不是前一阵儿跟一个印尼的开发商在谈合作吗？我想着我要先学着，可能对你也会有帮助。换个理由。我想跟你聊聊我最近的感情生活。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状态。行了，你去吧。顾老师。小石。我今天买了芹菜，还有牛肉，还有黄瓜。为什么呢？顾胜男为什么不高兴？A B J D A F， 这得问您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哈 E J， 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能不能别烦我？那我做什么能让你开心？要不你陪我去个地方。求之不得。谢谢啊，您倒好啊。鸭蛋多少钱？哎呦，南姐啊，哎，您怎么又回来看我呀？哎呦，这帅哥谁呀？有男朋友啊？哎，你看，这帅哥一身贵气，一看就是爽快人。来两个鸭蛋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鸭蛋拿过来。